你有时候要取舍吧，是不是？小钱，哎，就让他好过吧，就算了吧，他好过你也好过，他的话那一天都高兴，说怎么有这样客人还在那边不用找人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跟你讲这个，是让你更加深你生活里面有一些逻辑，你要去想嘛，是不是？很多东西对你而言就不费吹灰之力，你也好过，他也好过。就一起好过吧，是不是？那下次你再去的时候，他真的把你当贵宾待遇嘞，是不是？如果他还记得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我就要讲啊，你说你在一个公司，你要怎么样让老板喜欢？你记得我上次讲过吧？是动修课讲还是主题课程训练的时候讲？你给公司的。让你的主管永远感觉到你给他的多到他惊讶，你就成功了，知道吗？你想升官发财的，赶快，是不是？马上要年底了，你知道吗？马上要发年终奖金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赶快，现在运作还来得及，是不是？10月、11、12，是吧？台湾是。过农历年才发还是阳历年发？农历年，那还有啊，11、12、1、2，还有三个多月，四个月，哎，还有三个多月，四个月就过年了，这么快啊？不是刚刚才吃月饼吗？所以喽，听懂我讲吧，在公司要当红人，你很容易的。不是在那边搬弄是非，不是在那边搞小圈圈，不是在那边自以为是，以为这样可以当红人，你错了。你给公司的带来的惊喜，所给让公司的获得永远是最多的。你就是红人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认为你在那边天天吹牛，你觉得你吃得开是红人，错。你没料，天天在那边吹牛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同事也不会太尊敬你。你真的好好做，让人家看到你真的是有料，而且不鞠躬。我跟你讲，每个人都尊敬你。那公司要升官发财，不找你才怪嘞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懂，要顺着毛摸，你就舒服了。你搞错方向，天天在那边说我拼了，对，好，我不拼一下，想被人家欺负还不知道，你天天倒，你走反方向，最后要裁员的就是你。所以这个简单的道理要懂，是不是？所以咯，借势练习。今天公司把你处在说把你调到什么奇怪的分支机构去，是不是？那你就要告诉自己咯，这就是一个警讯咯。滴滴滴，对不对？他今天可以把你调到分支机构，明天也可以把你从分支机构告诉你，明天后天不用来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他看不到你的价值。公司，我跟你讲，一定是这种互动之间的。你在公司里面产生了你对公司的价值，价值越高，你越红。